来了来了，赶上了。辉煌的时候，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怎么有苦？嘿嘿，棒棒哒，棒棒哒。报道报道。前方的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嘿嘿，不冷不冷。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想把车那个空调关了，还是开着吧，要不然给万一俩小时把那个车上的电给耗没了咋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刚刚开始，刚刚开始，连主题曲都没放完呢。至少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你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Honey is the tea， 朋友的情。这估计今天肯定不会了。嗨，你们好，你们好。今天聊几个话题啊？这个今天的新闻太多了，太多了，都看不过来了，是吧？新闻太多了。喝点红酒浪漫一点，不行，不能喝红酒，喝了空酒，我在开车呢，怎么喝空酒？谢谢谢谢 Jennifer， 谢谢。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你有话你对我说，前方的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不管笑过，至少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日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朋友的情。你的车着着着火呢，着着火，着着火。那些岁月，我们今儿是周末的气氛是吧？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稍稍站后边点儿，到头了，到头了，不能再错后了啊！好唱，瞎唱瞎唱，唱不好瞎唱，我这真是瞎唱。好，该唱的唱完了啊，该叫的叫完了。我们今天聊我们的望一热线啊，天爱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没有求证，我只看到了路德有消息称，路德说现在有战友在照顾他。哎呀，今天聊到天爱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有点伤心了。这个小姑娘一直是这个站在最前沿啊，站在最前线，一直支持郭文贵爆料，一直反对独裁，反对这个共产党政府。今天看到了天爱说，因为关押期间被检查出来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啊，就放出来了。但是现在呢，天爱属于算是精神失常状态，
我不知道是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人去证实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我猜想，我觉得天爱这个人呢还是蛮聪明的，我跟他有私信往来，我希望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呢？我希望这个事情是天爱是装傻的、装疯的。这个如果他够聪明，他应该选择装疯这条路啊。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要是不是装疯的，如果真疯了，那他一定是被在关押期间受了什么样酷刑了，还是给服了什么药了？我猜想应该是这样吧。这个事情我会继续关注的。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天爱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有问题了，还不得而知。另外呢，我还想聊聊这个啊，川普又和刘鹤开会了，是吧？开会呢，我这个谈判，我觉得咱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谈判的这个流氓手段是相当相当的恶心啊。承诺啊，在桌子上说什么都可以说。桌子上，说什么都敢说啊，这个想承诺什么都敢说啊。但是最后，啊，不写在纸上，吹牛吹到天上去，最后不写到纸上，这叫谈判吗？这不叫瞎胡说八道嘛，是吧？然后他这个目前的这个贸易谈判。就剩一个星期了啊，不到一个星期了。28号是最后期限啊，3月1号就要，关税就要上马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关税啊，如果你真的要有诚意的谈的话，你不应该拖到最后一个星期来谈。你任何谈判是有期限的，你任何东西，你就算学生交作业的话，你也是老师给你一个期限，让你在个期限内完成。如果你是个正常，你是个正常人的话，一定会在这个期限中间把它解决掉。你不应该把它拖到最后一天了，最后一个星期了，然后草草的来了事。那你这个完成度就相当不给力了，是吧？今天不喝麦当劳了，今天不喝麦当劳了。麦当劳老吃麦当劳受不了啊，受不了啊。哎，我汇报一下啊，那天啊，前两天一直有人推荐加州，你来加州了要吃 In and Out，是不是？哎呀，我吃完 In and Out，我就有一个发现，你们加州怎么还有麦当劳、肯德基这种玩意儿在这卖呢？不应该呀，不应该呀，是不是？有了 In and Out 就不应该再有麦当劳、肯德基了呀。心疼天爱是吧？谈判这个事儿呢，我觉着可能还是在最后关头啊，跪地求饶、认怂叫爷啊，估计这种是拖延战吧。喂，你好。哎，你好，稍等一下。你好，西斯小哥。请讲。哎呀，你以后不要在没有信号、只有那个电波不好的地方那个播东西啦！真是今天吓我一跳啊，因为今天是日本周末嘛。你听我讲啊，我早上起来，我想你可，因为你昨天有预告嘛，要和那个什么那个要专访，对不对？对对。然后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就打开手机马上刷你，就刷你的频道，结果那个我那个小块的地方啊，它显示了你正在直播，然后我就点进去一片黑呀，什么都看不见，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怎么了？直播进监狱是吧？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的，因为我看不见呐，就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就是小块的地方是说你在直播，我点进日文，它写的日文直播，我点进去就是一片黑。哎呀，我想你怎么回事了？我担心了好久，后来还先好了，看见你那个了，现在就放心了，就讲这个，谢谢你好，啊，谢谢您的关心，啊，谢谢谢，那谢，再见。哎，谢谢。哎呀，抱歉啊，我这个因为我直播网络不畅，让一些朋友担心了，谢谢大家的关心。今天我那个
我上到山顶以后有信号了，我接到一个网友电话，也是关心我，哎，你这个直播怎么在那儿一直转圈一直转圈，我们都不知道你干啥出啥事了呢。然后确实确实抱歉啊，这个事情欠考虑了，欠考虑了。你看我现在都变成这么多人关心的人，我深感荣幸，深感荣幸啊。但是我这个国家啊，我所待的这个地方还是蛮安全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吧。我这个人呢，平时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没有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境地的。嗯，好，谢谢大家关心啊。好，继续来聊这个事儿吧，行吗？刘鹤来谈判啊，就剩最后一个礼拜了，能谈成什么啊？能不能让这个川普继续拖延？就说我不加关税了，或者是我那个还保持10%关税吧？你们觉着美国人、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会不会跟这个共产党妥协、共产党勾兑？因为今天我听那个英文广播节目，英文广播节目里边，他谈到美国政府跟中国谈判的这个诉求呢，第一就是贸易壁垒要取消，然后要公平贸易啊，然后要这个取消你们这个自己的补助之类的，反正就是，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收音机的 radio 这个媒体里面，并没有提什么政治诉求，完全没有提什么什么体制改革，这个完全没有提的。喂，你好。这个完全没有提。哎，西四小哥。嘿，你好，请讲。对，今天这个主题不是谈这个贸易战最后的判决啊？对。那么那个3月1号马上到了。嗯。那个刘鹤这次来是习近平的特使，那就是说，他所有最后跟川普总统达成的协议都是习近平的意思。嗯。全权代表习近平。嗯。但是今天下午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说了，根本不像昨天他们什么明镜还有其他人说的什么要搞一个什么备忘录之类的。嗯，那个川普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根本没有备忘录，是要谈就是那个结构改革，要不然就加税啊，这就是最终选择。嗯，川普今天下午说的啊。好，所以说那个我估计下周一中国的股市应该是又要收韭菜了，下降了嘛，又要收韭菜，就这波韭菜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说呢，中共啊，就是这些，又拖又拉的这种战术，其实川普看的是非常清楚。嗯，就是再继续就骗，这个简直哎。就是当初哈，你记得有一个年代，那是什么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不是大陆到处流行什么厚黑学之类的啊？对对对，有一段时间什么成功学、厚黑学，我的妈呀！哎呀，人性的弱点呐、啊！哎呀，简直是就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反感，我说中国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厚黑学那不叫人家对吧？嗯，叫人家不要脸嘛，就是这种。现在中共就是这种后卫学不要脸的，嗯，不要脸的这个做法，就是明明知道人家看得清清楚楚，还是在那里就耍这种的。所以说，哎，这个美国现在你看，媒体现在也已经开始，出来吧，反对这个中共的这种做法，嗯，一定要加嘛。另外，这个对这些个高科技的这些个偷盗的。对吧？嗯，你非得让那个中国承认，不是，非得让美国承认你中国的这个体制，那就是说美国要答应美国要认可中国，偷任何的美国的技术，嗯，对吧？嗯，那你现在的包括这个航空技术、航天技术，嗯，这不大部分都是偷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技术嘛？嗯，还有什么什么 C 什么919的。嗯，是 C919吧，就是那个大飞机，是嗯，对对对，也是偷的美国的技术。嗯，所以说这个，哎，在这种什么弯道超车，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就是一个流氓的一个做法。嗯，什么叫起跑线？起跑线在哪里？还到处就忽悠中国的这些老百姓、这些小孩。所以说，大家伙这些家长们呢，就急三火四的，嗯，到处就找小孩那个补习啊，结果呢，老师。在学堂不正经八百教课了，都是课后去赚钱去了，就是这种，
这种的这个教育方法和这种这个这种体制，还有这种经济至上的这种推行的这种愚民的这种政策，嗯，他就是不让你关心政治，就让你始终是给你的一些个威胁，危险，让你出来极度的出来危险和极度出来这个竞争当中，嗯，然后呢，他就好管理。所以说这个再加上你看这个郭宝胜啊，简直是撒谎的时候，眼睛挤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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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是，太有意思了。但人家翻译不知道什么是嫖娼，人家翻译那女翻译不懂，那说明人家根本就没接触这行嘛。对，他还埋怨人家，你连嫖娼都不懂，这是什么牧师，简直是，我真是无语了，简直是啊。然后不是那个流氓假牧师，那个江涛后来给说的翻译那个嫖娼都是，这些人简直是，哎，我真佩服你。好，那我就说这些，谢谢啊，谢谢你的来电，再见。太欢乐了，因为咱们最近这两天，只要一提这句话，嫖娼你都不懂，我的妈，这不行了，笑得不行了。喂，你好。喂，你好，谢谢小哥。哎，你好，请讲。我先来说一个小的新闻，今天这个有一个新的关于纪念币和新版人民币的事件。这个不在你的标题里面。好。就很短。首先是新版人民币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嘛，然后有些人之前预测说是可能会发第六套，然后昨天新出的新闻说是不会发第六套啊，就是但是在新版就是第五套它会发一个新的版本，然后他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票叫做币面整洁还是票面整洁问题，所以有人估计是新版人民币可能会发。就是那种塑料币，就应该你比较了解，好像澳大利亚用的都是这种。对对对，澳洲全是塑料币。然后呢，就是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纪念币的，就是纪念币现在还在大量的发行。之前我很久之前打过一个电话说纪念币的事情，超发的问题，还有什么艺术品上市。然后现在我发现这个纪念币它发行的时候是要凭身份证去换购嘛？哇！然后呢，他是就是每个人身份证可以注册可能五张之类的吧，他是去银行换购。然后呢，他发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他是多轮发行。就是他已经完全没有稀缺性这一点了。就是这个纪念币呢，他先发一轮，我看看我这个预购啊，就是这个换购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这个换购的特别特别踊跃，很多人换购不到的话，那我第二轮我就再多发一些。然后呢，如果我这第一轮的这个发的就不太好，那我第二轮就少发一些。所以现在这个纪念币已经没有什么底线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新闻。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来汇报一下这两天这个就是你那个英文视频的字幕的问题啊。好，谢谢啊。我是那个若接招人。哎呀，我因为我看你这个名字认不出来，所以说啊，非常非常感谢你那个所有的工作啊。没事，我其实每天没有很辛苦，还乐在其中。那就好。主要是这个大家就别等那个中文字幕了，现在是吗？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就是他，我们分析了好几天，就这两天一直在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最后推测是这样的，最开始你这个频道有两个独立的语言，就是说既可以有英文也可以有中文。对。但是呢，在我们所以我们就选了那个中文，然后进去翻译了大概，我们三个人接力一共翻译了差不多，几个小时吧，不到大概12个小时，然后搞定了这个事情，提交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的频道变成了一个独立语言，就是没有中文了，所以中文它就变成了一个翻译语言，它只能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它没有独立的一个中文语言。你们翻译的那个，你们写的那部分内容现在有备份吗？可以给我一份吗？没有备份，我的备份是到29分钟的，我在29分钟的时候下载过一次，
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没有下载，因为我们没有经验，然后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所有人都是云操作的情况下，所有人都能拿到这个文件的情况下，它会完全动不了，就是它完全锁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能下载现在。嗯，所以就没办法。但是 Felicia 她是付出了最多的一个妹子，她这几天中文翻译她花了大概6个多小时，然后她这两天在校对那个英文，因为英文它有独立的那种就是听写出来的，嗯，它机器生成的，对对，然后它在校对这个，然后生成一版新的英文。哦，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英文版呢是它翻译，就是它校准的第一版，嗯，然后呢还有另外两个新版它已经校准了，然后提交了，然后可能需要你去确认一下，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好，然后他说这个最新版的校准的翻译成，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自动翻译成中文，这个翻译成中文的准确率就已经可以很高了。嗯，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去听或者听不懂英文，直接去选英文字幕，然后自动翻译成中文，嗯，这个准确率就已经可以足够高了，就已经完全可以理解了。嗯，所以就没有问题了。好，然后这个真的是辛苦 Felicia 了，我就很心疼他，对，这两天一直在跟这个字幕较劲，而且他之后他说，因为他这个校准的英文还可以翻译成台湾版或者是香港版的，嗯嗯，就是那种繁体字的中文，嗯，他还要继续校准那些东西，嗯，所以他现在在等你的确认。好，哦，好好，我会今天马上确认的。好，谢谢你，嗯，谢谢谢谢。行，那我去听写了。 好谢谢，大家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嗯，好，那么既然这个事情我还没做完呢，这个事情啊，先说我关于这个谷歌投诉的事情啊，明天这里是周六，后天是周日啊，下周一啊，3天以后啊，我们来继续做个英文节目，我去那个 YouTube 频道里去这个电话投诉，好吧，我来直播电话投诉，我来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给我一个说法，这个事情。我只是希望有人正面回答我，我不管他回答我是啊，你这个就是这个频道有问题是吧，或者是你怎么样，说你这个订阅者就是假的，或者是怎样的，我不在乎他怎么回答我，我只希望他正面的答复我的问题啊，解答我的疑问就可以了啊，具体他怎么答那都不是重要的事儿，我就希望有真人上来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周一吧，啊，周一这个。周一我就咱们就那个啊，来个英文直播，专门打那个 YouTube 那个电话，有几个电话我准备好了，一个是 YouTube 的投诉电话啊，第二个是那个谷歌的这个总部的投诉电话，这两个电话，如果 YouTube 我先打 YouTube， 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是跟 YouTube 直接打关系的啊， YouTube 如果能够解释清楚，或者是能告诉我哪个部门来负责这个问题，啊，那么就继续打电话。啊，如果 YouTube 解释不了，我们就打谷歌电话，好吧？一步一步的来就行了。这个事情真的在西方国家，你要跟别人讲理啊，你千万不能着急啊，你不能去直接去跟人家砸窗户呀，是吧？这骂大街呀，那都不行的。你只要有理，你就一定有地方讲理的。这个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就是这个好处，你只要能说得通，一定有地方讲理的。你谷歌。YouTube 第一步，你因为是 YouTube 跟你直接打关系， YouTube 不办人事就是他的总部啊，他的这个上级去办啊，如果这两个部门都不办人事，那还有一个那个监管社会监管机构，还有那个在澳洲是那个叫电信消费委员会吧，啊，我不知道美国这是怎么样，我还没查的每个加州是哪个地方监管的，没关系，这两个部门不打吗，不管吗，我们再打上级部门，我们把这些全程全都录下来，全都直播出来，咱们看看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好吧，看看会不会向国内踢皮球。对呀，这个事情多有意思呀，咱们这个非民主国家的人被踢皮球踢惯了的老百姓啊，咱们看看到底美国人有没有讲理的地方啊，看看用不用需不需要什么打破头颅上访呀，什么跪求啊，哎呀你看看，我一看咱中国老百姓到那个到那个什么政府门前就跪着弄个条幅举在头顶上，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妥太不舒服了，是吧，你站着就能把事儿办了的事儿，何必要跪着办呢，是吧。
打到白宫说说天籁。好，说刚才不说了天籁了吗？你来晚了吧，是吧？走到哪儿就直播就看到哪儿，是吧？这个就是呀，反正我这个我也不是不讲理，我只是对我的频道有些疑问啊。另外，哎，说说说，屏幕下面啊，你们看我节目的屏幕下面，视频描述区里边有法治基金的最新的 YouTube 频道啊，大家去订阅吧，快去订阅吧啊！法治基金最新的 YouTube 频道，明天美东时间，明天早上9点，文贵先生有直播啊，关于宗教问题，关于这个教皇的问题啊，非常非常，我觉着可能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有可能会挺大的消息抛出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蓝金黄教皇啊教父啊蓝金黄爸爸了。已经订阅看明天看直播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频道，这个新频道啊，是不是也像我的那个新频道一样发生一些蹊跷的事情啊。如果您订阅了，记着截个图啊，记你是哪个多少个订阅的，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积攒下来，一并去啊反映反映，是吧？没看到啊，就在下边连接。如果你把我这个聊天关掉，点一下那个标题，下边连接就出来了，好吧？聪明，马上去截图啊！咱们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你就要留下证据来，留下来的证据将来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是不是？他们不承认都没有办法，是吧？订阅了是432，是吧？哎呀，我觉着明天早上一看嘛，估计订阅数了又得减了，是吧？截图了哈，截图了，好，截图的好，谢谢啊。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大侄子，这个大侄子说那个24号要到中国访问了，这个火车呀必须畅通无阻，沿途的是大侄子的对面不能有火车。这个大侄子对面有火车，这是不是这影响大侄子这个开车速度呀？你说你们说大侄子这个火车是他那个绿皮车厢是直接从朝鲜开过来的，还是说来坐高铁？我觉得他不一定敢坐高铁吧，是吧？大侄子等于金正恩，对呀，金正恩就是大侄子呀，他不得管文贵叫郭叔吗？是吧？都叫了郭叔了，那就得大侄子呀，是吧？文贵几点？文贵，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啊，纽约时间早上9点，哎，大概是这个样吧，大概是这个样吧，我没确定啊，按文贵的那个直播时间来定啊，会在这个法治基金的这个新的 YouTube 频道里。如果你点了他订阅了，你点那个小铃铛啊，他会发提醒的。但愿啊 ，finger cross， 但愿会发提醒，但是我不能100%确定会不会发提醒的。刚追完路德小哥就来追我来了，是吧？好，追完路德追小哥哈。独裁者都这个尿性，都是讲排场。你说，咱中国老百姓凭啥就给金正恩让个道，还得给他搞了个全程的这个沿线铁路都得停运了？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合适了？可是人家哥俩好啊，是吧？人家找老大哥来了，是吧？找老大哥要点钱呗，是吧？除了要点钱，还得找点钥匙啥的，要不就拿两瓶茅台走，是吧？都有可能啊。天籁的情况，我天籁情况前面说了，天籁被这个中国的司法机关给弄成精神病了啊！现在因为精神失常放出来了，但是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啊。路德说，有战友在照顾他，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我还没有消息，别人有没有消息的，希望大家给更新上来啊。天籁有战友照料啊。有没有了解天籁情况的，可以上来打个电话啊，给我们来透露消息。但是那个别猜啊，猜的就别打了，你也猜我也猜，大家都猜差不多。天籁是斗士啊，天籁绝对是个战士，绝对是个战士，这是一个忒牛的女战士呀，是不是？
人家敢在墙内那么直面的就，直接就批评共产党，直接就骂共产党，是吧？我觉着我要是在墙内，我可能没他那勇气，我真的还可能还没他那个勇气。除了这个，哎，喂，你好，喂，接着，喂，我要是在墙内，我哎，可能请您把 YouTube 声音关掉，谢谢。真的还可喂，你没弄明白咋打电话呢？除了这个，哎，你再想一哎，想，你再打好。过来吧，好吗？喂，所有打我电话的朋友啊，请你在发现电话接通的时候，立刻把你的 YouTube 声音关小或者是静音，然后你就可以说话了。别听着那个 YouTube 那个再来等着那边喊了那个你好了，然后你再打电话，那就时间耽误挺长的了哈。另外今天有一个这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啊，又中央电视台又搞电视认罪了是吧？王林清就是前一段时间啊，他是一个法院的法官是吧？他说这个他说最高人民检最高法院那个案卷丢失了啊，涉及到这个矿业的，然后呢，崔永元也报了这个事情了。这个当事人呢，他就直接。做了一个视频啊，就说，我有什么样的顾虑，什么样的危险，我可能将来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庭审员是吧？我希望以这个视频来作为我自己的这个记录啊，将来如果我被抓起来了，那我今天的视频就是把我经历的事情交代了一下。那么这才没多久吧，直接就给拉到 CCTV 上去跟电视认罪了，我的妈呀，就直接就。直接就跪了，对吧？这个跪这个事儿啊，我觉着也没事儿啊。这个跪，并不是说这个人多么懦弱啊，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多么懦弱。如果你要是面对那种酷刑啊，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说不服软的。千万别信什么共产党说什么宁死不屈，什么刘胡兰，什么邱少云，千万别信，那都是瞎编的，那都是扯淡的。谁也受不了对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这无休止的这种摧残的折磨，谁也受不了。出于人性的考虑，人家电视认罪，你能够给予同情就好了，千万别说这个什么，这个是人家就怂了吧，怎么样啊？喂，您好。喂。哎呀，大哥。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个电话弄清楚，你再打电话来呀？你打电话你又不说话是吧？这个能让他在电视上认罪这一条，就只能证明共产党有问题啊，并不能证明这个人他真有罪，或者是他真怂。不能证明这个，就证明一个个体怂了、服软了，也不能证明什么。喂，你好。喂，你好。哎，请讲。不好意思啊，今天一听说讲天爱的事儿，我比较感想。好，讲讲吧。因为我从国内出来以前，在大连住了20年，我就是大连的人，大连人。但是我老家不是，就是说从小长的地方不是大连，是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大连。所以20多年一直在大连。所以我对大连，一听天爱，当初听天爱说话的那个声音，很亲切。所以他当时说那些东西呢，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说。因为共产党这么多年对这个国内人的洗脑啊，和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反，叫反普世价值的主流。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有信仰有坚持，嗯，在国内来讲你就是精神病。嗯嗯，你如果是一个真正有爱的人，如果是说像郭先生说的，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实际上我觉得都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郭先生说爱这个民族，应该爱这个国家，嗯，因为在国内这种熏染时间长了以后，第一个感觉精神病，嗯，假的，嗯，精神病，嗯，但是说看长了以后，就发现这些人是真正的这个国家还存在的一点脊梁。说实话，我自己虽然是个男人，而且比他强壮的多，嗯，没有这种勇气，嗯，没有，嗯，当面对那个大连那帮警察的时候，你直接面对他们的时候，没有这种勇气，嗯，真没有，嗯，不吹牛，嗯，但是我现在相对修行一些东西，我就不跟你说啥，说修啥了，嗯，就是说第一个得是求自己的内心，求真实。OK， 所以我就经常反思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真实，真实。但是同样，即使是在美国，在面对好多我们中国人，也已经认为你是精神病。嗯。所以我觉得很可悲。大连这个地方挺怪，他们以前是被日本人统治时间长了以后，大连人比较老实。在东北来讲，就是说咱们东北基本上就是说东北人不把大连人当东北人，嗯，你知道这个概念吧？嗯，很有意思。大连就是大连，它不是东北的一部分。嗯，就是说，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有一些特殊的人，嗯，所以造成了这些狗腿子啊什么，他们也比较多，他追求现实，嗯。但是大连那个老百姓底层的老百姓有一部分人非常非常好，嗯，非常非常直爽，就像天爱这种，嗯，哎呀，这血兽这帮人真的是，就是说有一群，这是一群人代表的一群，大连中，说实话，有一部分也挺有钱，但是文化素质不高，嗯，但是他们非常的有刚，非常的直爽。非常的对这个社会有一些，他敢说，也敢做一些事情，嗯，也是这种活得比较真的人，嗯，我现在只能说是呼吁大连这些，这帮逼养婊子，就大连话的这帮逼养的那个政法委啊、公安也好，天马上就快变了，你们给自己留点，因为你们这帮警察呢，就是说。你也是有家有口，而且我现在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嗯，包括以前跟陆德说，我就说，去年我跟你说，我3月份、4月份我写过一些东西发给他，嗯，我说现在有一个急活，就是海外民主的民乐也好，还是郭先生项目也好，我今天趁这个机会在这里边跟郭先生通过这个跟郭先生一个建议啊，嗯，就是说。咱们这个法治基金现在能不能？虽然郭先生一直强调说，对这个共产党现在还在作恶，以前作恶的这些人是说不能清算的。嗯。但是咱们有一个急活，能不能说是从现在开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嗯。你能不能对这些？特别明显的，特别就是说罪大恶极的，被对这些老百姓迫害特别强烈的，比如说像摔孩子了，像迫害天爱了，破坏这些国内真正的这些信仰自由的老百姓啊，嗯，这些特别还在作恶的，还在正在迫害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些共产党的爪牙。给他们建立一个数据库，大的数据库，嗯，详细的是无论是以后还是现在，对他们采取一些措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在想，最起码能让我们老百姓过得好过一点，嗯，
比如说强拆我哪地方哪地方的警察作恶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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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恶的，嗯，能不能把这帮逼养的先给他，无论是处理的也好还是曝光的也好还是收拾的也好，或者给他们有让他们有一定的威慑性，嗯，有这么一个建议，只能说是咱说是急火，中国人权状况被迫害的，他必然他会有一些具体实施的爪牙和终端。嗯，我们能不能建立起来这个方面的数据库？嗯，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建议，可能大家还会集思广益吧。嗯 ，OK， 好，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就说这些 ，OK， 再见。啊、哦，这个天爱这个事情啊，听起来确实蛮让人着急、蛮让人焦虑的。就是，嗯，我希望这个消息是有误的。我希望这个消息，嗯，能够尽快的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嗯，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清算这些女草包法官啊，关于清算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主张的是依法治国，那就要按照法律程序把事实调查清楚，你是不是有参与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法官，如果你这个法官啊、宣判是因为法官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判的这个刑，来误判的，或者是来怎么做的，那么这个法官应该得到清算。但是如果这个法官判刑的时候是有律师参与，是有这个陪，就叫什么这什么，就中国没有陪审团，就叫什么中国也没啥法律啊，是不是，就是律师加上法官就判了，是不是，每一个环节都要调查清楚，取证明白，然后落实到真正的那些执行的人上啊，不能说这个法官那个判了就全都是法官的事，可是他那个律师也作恶了呀，是不是，律师作恶的要承担责任，法官误判的也要承担责任啊，不能说将来这些东西都落到一个人头上，或者是都落到一些这个什么替罪羊头上，再不行闹到临时工头上，这种事情都是不行的。所以说一再强调依法治国，一定要有法律为基础，不能这个胡乱来。数据库放到是证据。谢谢谢谢 ，Have a great weekend， 谢谢谢谢。法官判刑要枪口抬高一寸是吧？来到美国搞得你每天晚上不能干其他事情了是吧，我这个忘忧热线呢现在暂时吧，最近这一段时间还不能够固定时间来直播，我只能说我有挑时间来，好吧，等我那个回到我的这个老巢。在甘井子派出所打过天爱的是吧，对，凡是法治就是要一定要把那个责任落实到人身上，或者是落实到这个执行这个错误指令的那些这个负责人身上啊，不能说法院最后就派出个临时工来说怎么样，或者是法官断的这个案最后让那个发言人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也是不可以的。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在大连区那个中级人民法院每次念稿子那个女的，她是不是主审法官，她是主审法官呢，她还是说就是一个专门的这个法院的官方的发言人呢，有可能因为咱们也都知道中国的这些领导啊和当官的呀都没有什么好口才的啊，好口才的凤毛麟角，因为他们都基本上是这个舔的口才比较好，但是说的口才不行。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这个执法机关呀或者是媒体机关呀，他都有个新闻发言人，然后新闻发言人出来说一些话，千万不要把这个新闻发言人就当成那个做决定的人，或者是当成怎么样的人，
他不是那些做决定的人，他不是那个最危害最大的人。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因为没有依法治国，没有依法治国的概念，也没有依法治国的制度，很多时候中国的这些这个责任划定不清楚。就比如说我们中国这个办什么事情啊，都讲究你拿一张纸写出来的东西呢盖上个公章啊，这个公章就代表权威，这个公章就代表负责任。可是这个公章它不是人呐，你甲可以盖公章，乙也可以盖公章，拿这个公章来推卸责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首哥你好，请讲。今天晚上，请你把 YouTube 声音先关掉。对，今天晚上。请您把 YouTube 声音先关掉。对。今天晚上你有文贵直播有没有？你是不是跟你直播啊？文贵直播会在法治基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直播，我的频道也会直播的。有没有要求你过去啊？我现在没有接到这个方面的邀请，没有。你想不想接到这个？你想不想跟文贵跟班龙一起吃饭做视频的？想不想呢？我不想吃饭，我想有机会的话做个视频还可以的。这样我就跟你跟他喊嘛，如果他听到有可能叫你的一些，就是这样的嘛。嗯，如果他听到你想跟他们一起做节目，叫我把我跟你说的话，他如果听到，他就这样，这样我这样就是跟他叫话的意思嘛。我想你们一起做节目的。对不对？嗯，就这样。好，谢谢。还有，我回应那两个台湾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那个数字的过人的数字问题，我可以，你会不会听广东话？我不会听广东话，抱歉。这过人的数字问题，因为文化的问题，一个统计学的问题，一个思想的问题，把共产党把它打破了，打破就是我们的个人行为的问题。这为什么日本跟美国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人做出来的事情是影响了下一代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根据个人行为同埋一个文化行为，已经被共产党打破咗，全部连文字都打破咗。呢个系1000%嘅个文字问题，因为我可以同你讲话边个责任嘅问题，系一个全中国人嘅问题嚟嘅，就系你听唔明我讲广东话。我就冇问题啦，但系讲我，因为我个母语系粤语啊嘛，我唔系国语啊嘛，我讲得唔好，希望你哋原谅。但系我打呢个电话嚟咧，就系想你哋系好嘅，无论我做错咗咩嘢，我都系想你哋好嘅，就系咁简单。包括埋叫我唔好打电话上嚟嘅朋友。明唔明啊？我会同共产党嘅文化，佢嘅文化最带毒去嘅文化就系简体字啊嘛，文化对于文字啊嘛。郭文贵，我哋台湾嘅学者同埋香港嘅学者，每一个有常识嘅人都知道嘅。但系点解话啊？你讲得普通话嘅人好就对比有面子啊？王毅讲得好咩？华春莹讲得好咩？他们有面子吗？他们可以代表中国人吗？为什么我们香港和台湾人不敢认中国人？因为他们太无赖了嘛。就是我不敢说我不是代表中国人，因为我们的学生是 很清楚他们要面子的嘛，对吗？
跟因为他们破坏了中国人的形象，所以个个都不敢认台湾人，个个都不敢认中国人，认台湾人，认香港人。这个是个人的思想行为来的，很正常的。嗯嗯，就是我讲的，就是更多我今天讲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跟郭文贵喊叫我希望他听到跟你一起做节目，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就是很简单啦。哦，谢谢谢谢，这句话我听懂了。你好喜欢我的节目。哎呀，还有一句，他说中国很快就是老鼠，你知不知道他文贵说的话是有意思的？他中国很快为了是要吃老鼠，不是这么简单的，王岐山就是老鼠了。嗯，好，谢谢谢谢您的来电。你还有一句，嗯，他说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嗯，为什么吃草呢？这个他们是隔空对话，吃草文贵是属羊的，羊是吃草的，所以文贵跟岐山在空中对话，我听得明白的。嗯，就是这样，吃草跟吃老鼠这两个话是文贵跟岐山对话的意思。文贵，如果中国人吃草，就是你文贵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了。他这样说了，好了，好，谢谢。我就说到这里，我支持你的，我希望你跟文贵做视频，哎，闲聊就这样了。好，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再见。嗯。哎呀，他希望我跟文贵做视频啊，我跟文贵做视频也好，或者是不跟文贵做视频，我跟谁做视频也好，都需要双方互相有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啊，并不是说主观意愿，我去了我就去采访他们，我这不有病嘛，是吧？人家说那个要让我去，也得看我有没有时间，我是不是时间合适。这都要互相约的呀，不可能说，我就直接贸然而去，这实在是不可取啊！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成啊，但是成不成啊，事在人不是，就是听天命，尽人事，好吧？哦，刚才他说什么吃草什么，他哎呀，我觉得他说的我没太听明白啊。车门锁着呢，没太听明白。我觉得是那个，喂，你好。喂，你好。我想讲的是，现在中国的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说现在是共产党的那个党，其实共产党也已经不是党了。嗯嗯，因为今天就是最新的说这个王清凌电视认罪。嗯，其实跟他刚开始录那个视频，特别就说录视频的目的就是防止将来打击报复，说不清楚。结果他那个视频都讲了，他那个发现卷宗丢了，他去告诉他们院长，然后院长回来的回话就是说，看见他这个王清凌是空着手回家的。嗯，结果现在这个电视认罪，他就硬说自己是把自监守自盗。那空手回家他怎么拿出来的呀？所以这个电视认罪，我觉得现在这个根本不是有没有法治的问题，现在是这些人或者说这个让王清林电视认罪，并不是为了给党一个交代，是给控制了党的那几个人一个交代。那几个人他们就是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然后他就绑架了所有的共产党员，嗯，为他们来服务，然后他们又用这个共产党员绑架了中国全体的普通人，为他们来要挟世界。现在他们现在又用全中国的人来要挟世界，又把全世界上的所有的，不光中国人，世界中所有的爱钱的人又都给绑在了一起。嗯，所以这个党我们现在说打倒共产党，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先把那几个绑架共产党的那几个人，像什么王岐山啦、啊、什么孟建柱啊、什么孙立军，这几个个人先给他那个先给他拿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直说我们是
社会主义，我们将来的目标中国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比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有优越性。但其实是共产主义说的是共产党代表的是所有被剥削的人的利益，现在我们中国人已经就是成为了被剥削的人。说这个共产党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国民的，所以都要聚在一起变成国家的。结果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国家我们也都没有了，连这个资本主义的最起码自己的房子还有自己的，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连房子都没有了，都说是全中国是你的，但是连房子你都没有的。所以现在中国说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国说这个共产党，他们共产党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了谁，其实他们也不是共产党。中国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实质就是那几个人然后绑架一堆人，把整个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他们的奴隶。对，比这种制度比过去以来的任何一个皇帝啊，什么恶魔什么希特勒都邪恶。这是我觉得看了今天这个王清林电视认罪以后我这个感觉更加这个叫深刻。是的。好，我今天就打电话说到这儿。最后说一句，你实在现在这个时间不好找，抓住你这个直播真的是太难太难，一打开哇，3秒钟之前已经直播结束。这个我们要参与进来的话，这个比以前难度更大了，所以我们也要加把劲儿，想要说自己的那个心声的话。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再见。再见。你说这网友都抓不住我，你说有共产党想什么地方截我也不太容易是吧？我这打游击的游击队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哦，谢谢高亮留言的朋友啊，谢谢。细思麻雀战是吧？就一个人也挺好，现在是信息时代嘛。喂，你好。哎，我你好，哎，我刚刚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啊。说，就是我早上有看那个台湾东森电视的 news， 他说的是就是发生在澳洲布里斯班，他可能是昨天还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就是说有一家鞋店他卖鞋，他没有说什么品牌的鞋，他然后排队的时候他说有很多人排队。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有个中国留学生在那个排队的时候，他用那个微信，可能用那个 speaker， 跟家人聊天，用中文聊天，大声的聊天，然后他有那个 video 出来的，他拍了 video 出来的，然后他就说那个，后来有一个白人排在后面的一个白人，一个年轻人，我看上去人高马大的一个年轻人，就受不了，就冲上去直接的把他揍了一顿。真的，还有我就联想到那个好像是2年前还是3年前，就我就说我是住在大阪嘛，那大阪的那个大阪又有一个苹果手机店嘛，只有一个，他那个苹果手机店里面是苹果发售的时候，你知道吗？那留学生搞到就是插队呀、啊，搞到什么什么，搞到警察都出动啊，在日本的电视上拼命放啊。哎呀，我觉得，跟我们华人，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反正我就告诉你这样一个 news 啊，就是这样啊，就大家在海外都代表中国嘛，大家都努力一下吧。我就想说这一点，谢谢您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再见，谢谢，嗨。这个，算是少数现象吧，好吧，这个我不想做对评价，因为。毕竟违反规矩的啊，就是插队也好，就是有不良行为的，这也毕竟是少数现象，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华人在海外还都是非常非常谦逊，礼让，遵守秩序的，这是大多数，我看到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尽量不要把这些个人问题上升到一个什么群体事件，或者是上升到这个排华排挤这个所有中国留学生的这个层次啊，这个不好不好。我觉得还是个人事件，他个人行为就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挨揍了那活该啊。这个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人家看不惯了可能就要骂你，这你就忍着就行了，下回交点学费学明白了就可以了。
啊，不要把这个事情就全都弄到所有的什么华人身上、留学生身上，不合适。喂，你好。啊，我想简短的说一个那个中国那个所谓房地产的问题啊。好，说几句、嗯，我一直想说，嗯，就是说。我把那个下送座呀，还是说国家统计什么那个64万亿还是多少万亿，相当于全世界 GDP 的那个中国那个房市总值那些。嗯，我就是说提醒大家，他们都有对中国的整体的房地产的估值这些东西，有两个根本性的错误。是不同的，跟全世界中国是最特殊的两个东西。嗯，第一，中国的房地产是没有产权的。嗯，比如说你在美国买一个房子，它是个地球是就是这块地永远都是你的。嗯，中国的最多是70年产权的。嗯，就是说你当你评价一个房地产项目或者是房价总体房价。你要是评价它的时候，你必须得有一个相同的标的、相同的评价方法，你才能有一个相对的估值。说美国房子多少钱一平，中国房子多少钱一平？嗯，美国房子人家是有产权、永久产权的，中国是70年产权，嗯，你怎么能可能是相比、相提并论？嗯，另外一个是最坑人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子，所谓的按照平方米都是建筑面积的，嗯，建筑面积。这个东西就是更坑人。嗯，往往就是一个高层建筑，你那个100平方米的房子，实用面积在按照美国的标准是60-70平。嗯，如果是按照这个价值又倒算出来的话，这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价值又能增加20%-30%。嗯，您知道我说的意思吧？知道。所以说，就这两条的话，就根本它就是跟国际上这个说所谓的房价的根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嗯，就是没法是比较的东西，嗯 ，OK， 我就说这些。好，谢谢您的来电。房子这个事情呢，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土地不归私人所有的，好像国家不多吧？好像朝鲜是不是不归私人所有是吧？然后中国土地不归私人所有。这不保护私人财产就是对人权的最极大的不尊重啊，你说你的东西都是我的，我的东西也是我的，还有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吗？已经找不到了吧，天下没有再这种比这种逻辑再不讲理的了吧。大侄子就是金三胖啊，大侄子就是金三胖。明天又到中国来了啊！这是这个，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贸易协定的最关键的最后一周了啊！大侄子又来。喂，你好。喂，你好，是那个澳洲自媒体吗？是的，是的，请讲。啊，是我，你现在是在那个湾区是吗？是的，是的。哦，确认一下，因为我最近都在沦陷区工作，然后我就是那个他们我看网上聊天是说大狼狗姐姐吗？对，然后其实我们家狗挺小的，声音比较大。然后我今天那个就是好不容易赶上直播，因为真的你太神出鬼没了，好不容易今天就是我看直播赶紧打进来。好，然后我看好像没什么人打电话，我就因为积累了好几天了嘛，所以我就把今天之前你说的那几个 topic 都稍微过一下。好，就是首先说一下法治基金。那个捐款，然后我已经动员好几个在国内的朋友已经捐了，然后我们都捐了，虽然钱不多，但是也就是代表一个就是意见吧，嗯，就是我们在默默的反对这件事情啊，对，然后没有那个大家在墙内的朋友不用担心，真的这个 PayPal 注册非常简单，你下一个手机 APP 然后直接连信用卡或者连那个银行都可以的，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可能在留言的时候呢你不要太
多东西，写太多东西，就我们都是写的加油啊之类，都写的非常简单的，或者我们在数字上呀会有一些暗示，这样就反正就是大家注意。然后还有就是你注册的那个邮箱不要用 QQ 的啊，虽然我自己用的是 QQ， 但是目前来看好像没什么大问题，我已经捐了大概有一两周了吧，反正当时那个 Sarah 那个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捐了。然后我们捐的是那个 society 的那个，就不是好像那个是不公布那个人的姓名，那个是保护隐私的，保护姓名的，我记得好像，所以我捐的是那个 society 的那个。Hello， 继续讲，继续讲，听得见，很清楚，您说吧。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大哥说的挺好的，一听就专业，他说那个海外购房的事情，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公司有这个业务，然后我就不做广告，反正我就大致说一下，就是国内真的太坑了，就首先是一个使用面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就是被这个学区房所绑架，就之前有一个案例就特别特别悲哀，真的是知识分子悲哀，在北京就是有一对南京来的，好像是已经读了博士的，就在那个中科院工作的一对夫妇，就是因为没有这个钱去买学区房，导致说他们自己的孩子就连一个正经正儿八经好一点的在北京的小学都上不了，所以依然就没办法，真的是离开了中科院，然后跑到南京去工作。就当时好像还挺轰动的，就这件事情，我想可能很多在墙内的朋友听过这件事情，所以就真的是太坑爹，所以 that's why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国内的就是稍微觉醒一点的人都把钱，中产阶级啊，我不是说之前那些就是富豪什么，他们早就走了，慢慢的中产阶级把钱都往外那个往外移，蚂蚁搬家，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之前是我记得有一集你们好像是在说那个怎么转钱出来的问题啊。首先北上广深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是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因为我们家亲戚有做过这个操作，就是建议我们实际经验是说，建议不要去中国银行，因为中国银行就是最容易被查的，就你可能一去，他们看到是中老年人，他就会一直盘问你，就说你是什么用途呀，是买房啊还是什么，就会用各种就是说你违法啦，各种反正就是共产党那套去恐吓你啊。如果你们所在的城市有招行的话，其实最方便的方法还是用 APP 转钱，就是 APP 换那个美元现汇，然后换了之后应该我记得不超过10000美金是可以直接在 APP 上操作的，然后换完慢慢的换完外汇之后呢，你就可能要转出去国外的某一个账户的时候，你是需要好像是要去到这个行本身的这个所就是那个branch 分行里面的，所以就是说，我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确实3月1号快临近了，如果是需要转钱的朋友，真的就要抓紧了。不管怎么样，你手上还是要有一点这个现钞，美元的现钞。然后再说一下那个宝盛，因为我没有怎么之前没有怎么关注过他的这个节目，然后但是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就是我听到他某一次节目，他就一直在关注他自己的点击率，就我觉得这个就不像是真的在做实事。就如果你这么关注点击率，或者说你这么关注你自己的这个，因点击率直接挂靠的就是他的收入嘛，我觉得你这么在乎钱，你为什么要去信神呢？你就做金融去华尔街好了呀，你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行为举止来推断他肯定是一个利益导向的人。就国内那些就是很价值观的那些就是主流主观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一定会做出这种，就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他都能做出这种骗钱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大众评审团如果在 Virginia 的话，一定这些陪审团的人应该也会感觉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的。我相信他这个人一定到时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然后今天先说这么多，然后祝你在湾区好好玩吧。好，谢谢。拜拜。好，再见，拜拜。哎呀，在沦陷区的是吧？郭宝胜这个事儿呢，大家就等着看笑话吧。我觉得郭宝胜这个事儿官司恐怕赢不了，赢的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我们就即便我们不是法律方面的这个专业的人，对吧？我们也有用常识可以判断出来，他这个做辩护的这个水平啊，是怎么比较和别人怎么比？官司。喂，你好。喂，你好，不好意思，第三次了，最后一次。好啊，我想您肯定是误解我了。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华人，
我就是说，就是说你说的那种，就是某些华人他一定要注意，不要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嗯，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因为在日本生活超过15年了，我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这么说，除了我父母以外，我一年之中见不到一个华人的，我整个生活工作中，嗯，我是这样一个环境，我完全看那个 media 都是靠那个 media 那个 communication 就这样交流的啊。我想说的就是，嗯，就是您不要误解我了，我真的不是说所有的华人，我见过很多华人是很优秀的，比如你，就是很优秀的，啊。啊，真的不要，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了，我就讲纯粹讲一个现象，就是我因为我台湾有亲戚啊，知道台湾有亲戚，就是那个血缘上的亲戚，很近的亲戚，他们是49年的祖先，49年的时候逃到台湾去的，嗯、you know？ 嗯 ，OK， 就是所以说我看台湾的电视比较多，嗯、所以我就正好看到那个东森电视放了个 news， 所以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说大家就是，然后我自己又听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些 news， 我就跟你讲一下，就是没有别的意思，中国人绝对是优秀的，我相信那句话，中华民族不超过不会输于任何一个民族，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谢谢你啊，谢谢，再见，嗨，拜拜。有人加不了我的 line 吗？这不都在加吗？我每天这 line 里边加很多人，是不是？我发现是不是这个 line 我通过得加了你才能打电话呀？啊，我每天都要加好多好多人的 line， 要不加是不是不能打电话？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如果现在我这还在继续加啊，人太多了。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加这个社交媒体啊，哎，我都给你们加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了啊。如果打电话，你第一次打电话打不通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line 它不允许陌生人直接打电话，是不是？喂，你好，喂。你的，哎呀，还自己就挂了。哇塞，对了，好像是不加就不能打电话，因为它上面写着你只能加了对方才能进行通话，是吧？好，今天的邀请的都加完了，可能不让你打。喂，你好。哎，西斯小哥。哎。哎，又是我打进来了，那个。先讲王清林的事啊，王清林是王林清啊，就是这个法官的事啊。嗯，好像是这个中共好像自己觉得，搞得挺艺术的哈、啊，但是通过他这个几个他所宣判的这个，王清林的这个罪行呢，其中有这么一条，说他到外边违法讲学是，但是那违法讲学那个办学的那个班是他们法院系统办的。嗯。那说明你们法院系统是在做本身就在做违法的事情吗？嗯，对不对？那你自己是不是把自己暴露？那你说你们法院系统还是最高法，嗯，办的那个班，你都是违法的，在。喂，没有声，经营没有？嗯，啊，没声了，刚才我就说，嗯，我就说那这他最高法办的这个班都是违法的班。完了，这所得也是属于违法的嘛？那你说其他的那些机构办的班的话，那有多少是合法的呢？我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是的，是的。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他好像是让这个王清林认罪了，嗯、电视认罪了，但是呢，这个也暴露他这个中国的司法还是存在太大问题，自己就不知不觉就给暴露出来了。嗯，好像又揭露出来这个王清林的这个什么。坚守自盗这个事，嗯，其实，嗯，背后什么故事的话，真的是，像那文贵先生讲的，他是选择性的反腐嘛。那这一波谁又被谁打掉了？又有什么目的在这边？那个背后在，negotiate 现在是，真的没有在中国国内审，我现在已经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嗯，所以说，通过现象看本质嘛，就是说。有的事情，对啊，他讲的再好，但是我们看他的
具体说的事情也把他底自己就露出来了。嗯，是，那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再见。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它能够让老百姓，让一个未定罪的、未经审判就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就上来就直接说我有罪，我错了，是吧？这只能证明中国没有司法制度，因为你没有履行任何司法程序，你就把人家拉出来，你就说吧，你说你错哪儿了？你那个写个那个叫什么，忏悔书啊，叫什么？我小的时候叫什么来着？那种认错书啊，叫什么东西来着？写的不是检查，写检查，塞，我都忘了写检查怎么回事。就是说，咱这个，我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也这样那个说过啊，就写检查，你干错什么事儿了？你得深刻检查，你就是你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你得。从你的灵魂上认识到你到底错在哪儿了。这中国咱们从小的就接受这种洗脑式的检查教育，你没有一个第三方来评判你这个事情做的是还是非啊，没有一个公正的机构来对你的事情判，就是上面有一个权力机关就逼迫着你。你上面的权力机关，小的时候就是咱就老师是吧，老师就是学生的权力机关，学生的权力机关就逼着这个学生，你就给我写检查，写完了以后不行，你写的不深刻，没有认识到你错误在哪儿，你这不是耍流氓吗？反正我是从小被这么强奸长大的。喂，你好。喂，西斯哥，您好。你好，请讲。哎，好，我刚看听您节目，刚说到金三胖那个事情，我就想，就是当时郭先生是春节爆的料嘛，爆完料以后呢，我就觉得他知道自己的那个那么近身的信息就被卖给了美国，他应该是会暴跳如雷的吧，就没有想到人家就以此跑到我们国家再去敲一笔竹杠，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应该是挺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同时呢又觉得我们自己的老百姓真的是挺吃亏的，就是你看你这么一个政府，他对内和对外的这个态度他差这么多，他真的是他哎呀，欺负我们自己人！你像他来敲竹杠，他最后敲到最后敲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就是这个血汗钱嘛。那政府他又还会继续在强征，就觉得，哎，真的是这个弱民弱的，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不得，就是平民老百姓也不得不有所动作的这么一个阶段了。然后刚我看好多好多人都在说天爱的那个事情，他真的是挺有勇气挺有骨气的这么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吧。我就是想说，就是不一定所有人都要成为天爱，大家就是心里面就是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什么东西是该做的，大概都有一个价值在心里面，就是你的做法不一样。我是觉得郭先生那时候不是就说嘛，201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那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一年，要是我想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就像刚才那个昭然若揭那个小姐姐，你看她平时她都不说话的，但是她会把那个您节目里面那些时间轴什么她都做出来，然后翻译什么她也都是默默的在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例子吧，就是已经到现在这个时候了，就是国内的人都已经敢捐款了，这就没什么好等的了，我觉得。我就是你不用大肆的到街上去，就是你就五一共振对吧，但是呢就是大家每个人你在你自己的位置，你都有一个你应该能做到的事情，不管是影响你身边的人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到了该动的时候了，我就是想表明一下这个想法，别的就没事了。好，好的，那小哥加油，拜拜。加油，拜拜。天爱一切战友哈，西斯小哥加油哈，加油加油。这个，
还是说这个检讨，这个从小我经历的从小的就是上学啊，老师逼着你写检查做检讨这件事情，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由这个权力机关逼着你到电视上做检讨，电视里认罪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反正我从小就是说说我的经历啊，就是你干了什么坏事了啊，你是出去那个游戏厅打游戏去了啊，三番几次被老师逮住之后，老师就要你做检讨，你打游戏你错了没错是吧。喂你好。哎，西斯哥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那个感觉这个郭文贵先生说的一句话我是越来越有体会，他说这次那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啊，他说打的是 nothing， 就是什么事儿都不会解决的。通过这几轮谈判吧，我就感觉真的是 nothing。他的这个几个达成的这个意向啊或者协议啊，都是跟这个经济贸易相关的，但是实质上的东西并没有。就是比如说人权问题。还有这个法治问题，这个习近平就已经很公开的说，我们中国绝对不是不能够法治自由，绝对不可以。习近平都是明目张胆的这么说了，但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里头并没有涉及到，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在打经济仗，我觉得没有牵扯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就是郭文贵说的这个贸易战。Nothing，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也不会，顶多就是一些在经济上的制裁呀，或者是技术上的盗窃这方面，可能有一些个威慑力给中共，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我觉得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就是真的，现在咱们谈论的都是言论自由、法治，但是这个贸易协定里头一点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郭文贵说的。真的是很对很对。我其实刚一开始看郭文贵先生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很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当然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高度一致的哈，但是我以前呢想要了解郭文贵先生的信息都是通过看你们的媒体别的人怎么说郭文贵先生的这个一些个观点，哎，我来知道他的这个观点以后，哎，我在想，真的确实是，我觉得中国和美国的这次贸易战并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想。好，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再见。贸易战这个就谈判的内容啊，我觉着从官方的角度来讲，或者从表面的现象来看，他只能说按照贸易的规则来谈判，他肯定不能在贸易战谈判里边去谈政治条件，因为现在还真的没有到跟中国共产党撕破脸，美国现在还没有跟他像撕破脸，像对委内瑞拉这个态度。前两天，这个川普在对委内瑞拉这个新政权做的演讲的时候，说的句句字字都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独裁，这个事情完全就是在跟中共讲，而不是说中共现在这个事情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直接就对着中国共产党，对着习近平直接大开杀戒，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贸易谈判只是刚刚开始，大家要静下心来耐心等待，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喂你好。哎，西斯哥你好。你好，请讲。哎，跟大家说两个小，不是小新闻，就是说两个新闻吧。好，关于跟土地有关系，然后再分享一个我自己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啊。好，一个呢是就是国内现在已经开始面向就是农村的这些农民啊，他们超出宅基地这部分的土地已经开始准备征收这个就是税了，额外的税。对，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他现在是现在是高层的，就是高收入那波人掐一把，然后呢，然后最低收入这帮人呢再掐一把。这个有可能呢是说看一下就是国内民情的一个反应，然后呢最终再向这些城市居民，就是就普通老百姓，就我们所谓的这个中产，
然后再给你掐一把，不会放过。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哎，对，不会放过的，你跑都跑不了的。嗯。然后呢，还有一个纠正细思哥一个小错误，刚才你说什么要说我们一个普通的要求我们一个公民说上电视做什么检讨啊？嗯，细思哥，这你真错了，我们哪里是公民，我们是居民，知道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就是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你只有居住的权利，你没有其他的权利。对对对，你说的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我认错认错啊！我对你只有你，我有能让你在这待着就不错了，你哎。然后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就是说国内现在以后可能说卖房子啊，就是说房地产这块卖房子，按照套内面积，就是按照实用面积来销售嘛。嗯。然后我看了一下评论啊，网上大部分评论都是在评论这个，都没说在点上。一个有人说啊，这个是可能是好事啊，对，好像老百姓是好事，比如说这个。契税交的少了，比如说物业费交的少了，对不对？因为这个都跟你总面积有关的嘛。嗯，其实我想是另外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房价它已经现在捂不住了，现在我感觉是捂不住了。嗯，我是在浙江这边，浙江这边我不是杭州的，杭州可能是杭一线城市啊，就是它可能还有人才是属于净流入的这么一个城市，相对来讲它的房价还比较稳固啊。我们是在一个三四线这种小城市来讲，房价已经出现很大问题了。嗯，就是说年初，比如说我周围人有去年年初啊，就是2018年年初的时候呢，买了一个楼盘，当时花了14000块钱啊，然后呢，结果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过去打听的时候，这房子已经跌到12000了。嗯，就是开发商已经开始明显，就是明摆着就跟你讲，我这个就是这12000，你能谈，咱可以还可以再谈，就这么一个态度。然后呢，前两天我又去了一趟，又打听一下，我说现在什么价格呀、啊？然后另外一个销售讲，就是说如果你能，就是意思就是说走商业贷款，然后，很快的敲定下来，那我可以给你11800还是11500啊？看户型又降了几百块。然后呢，关键里另外一条，他说的车位呢，给你补贴个几万块钱，可能有5000-6000块钱，就相当于打了对折，就已经又是这样子了。然后呢，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明摆着这样去降了，因为再降的话，政府就会找我们约谈了。嗯，就是他们只能通过那些中介，嗯，来卖房。就现在很多所谓的二手房中介，他一面在销售二手房，一面呢也在卖新房。就是二手房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呢，就是囤积一部分房子，就相当于把就是开发商那边房子放到他们手里。实际上呢，这些房子已经。表面上，哎，我们销售情况很好，但实际上你去买，你一定是能买得到的。然后呢，那你就去找二手房中介去买，但是他们的价格呢会很便宜。就实际上他们在二手中介那边在降价，但是新房你去直接找开发商来讲，他们基本上已经就从行政层面上来讲已经不敢再降了。嗯，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再说一个自己的事情，就是我那个前段时间去年我说我要卖房子，把房子卖了。嗯。然后结果我们小区的人把我一顿骂，就是说那个小区群里骂你怎么能卖这么便宜呢，然后就说我们房子怎么很值钱啊，怎么样的就说我。然后呢我就默默的看他们说完了之后呢，然后我就留下一句话，然后就大家都不吱声了。我说我的户型这么好，楼层这么好，我价格卖这么低都卖不出去，我说你们还臭美什么呢，你还在那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我说房子这东西你不变现的话，你那就是个数字游戏，你还以为自己是几百万的富翁呢？我说这是不可取的。嗯，然后关于那个使用面积那个事情啊，就是我一直说评论上没有讲到点子上问题，就我自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房价它在保不住的情况下，它也很有可能通过面积换算的这种形式，让房价稳定在那里，甚至可能还会微微上涨。嗯，就说比如说原先100，现在比如说70多，但是呢，那你100那部分，你100原先按建筑面积100那部分，可能就要转嫁在70多这上面，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相应的房价降一点之后呢，哎，感觉好像是降了，是不是？我房地产市场挺好了，但实际上呢，它换汤不换药，一回事儿的。这个房产，房只是商品，产才是产业。我们哪有产业？我这产业都是租的嘛，这是租赁，它就不叫产了，对不对？好吧，就跟大家说这点啊。好，谢谢，好，谢谢您的来电。哎，再见，西斯哥，再见。嗯。好，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打不进来电话，那我打给他试试啊。
哎，真打不通啊！再打一次。哎，真打不通，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啊，打不通就算了吧，好吧。加成功了，这个刚才没接到你电话，我打给你吧，好吗？哎，这为什么感觉也是怪怪的呢？哈，何景发打电话给西子小哥，等你热线呢。这何景发，你总挠字儿，你也不说给我打电话。喂，你好。哎，请您把那个 YouTube 声音关掉，谢谢。有有有，关掉了，关掉了。好，请讲。啊，西子哥你好。你好，你好。哦，我看你的节目很久了，我是台湾人。哦，太棒了，我就喜欢台湾人，台湾人说话都特好。我看你的节目看很久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加你加成功。嗯。然后我大概要分享一下哈。好。因为我们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嘛。嗯。然后又有很多好几十个的那个公投案嘛，然后我自己本身是选务人员。嗯。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因为我从来就是很少在网络上看这些东西，然后突然间就是我做完选务人员以后，然后我回归到就是我做完的那一天回来，我才知道有韩国语效应，韩国语就是的那个效应。然后我在这之前已经就是培训，就是在台湾培训了大概三天去做选务人员这个工作，然后这中间政治的变化在台湾怎么变化，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在看，也不太关心，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忙，所以我其实一般台湾民众也对政治的那个热情度就是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然后我那一天做完选务人员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有韩国瑜效应，然后我就开始从网络上面回归去推那个新闻，然后我就往后推了好几个月的新闻，然后我就发现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九合一选举完以后就几乎都是蓝营的天下嘛，几乎都是蓝营的天下，然后其实这一次选完以后，蓝营赢不代表就是我们台湾人民就是接受共产党了，这个是大陆那边很错误的认知，就是我们台湾这边哈，虽然有国民两党吵得非常的凶，就是他们两党都吵得非常凶，但是台湾人民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绝对不跟共产党妥协。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要就是这个基础是永远都在的，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有办法和平统一，那就是大陆那边的那个政策改变了，或者是他们的制度改变了，有人权了。我后来发现很多人在讲民主，然后我去看了很多很多下面的留言，就大陆人对民主这个东西他们是无感的。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们不要讲民主，我们就讲人权这件事情。就人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大陆想要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Vogue 新生小哥那边有一集他的节目里面，他就是有一个日本人打电话去，他说台湾哈，他说台湾早就已经不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两方的问题了，台湾的问题早就已经升格到国际化的问题了。今天不是我们台湾想要回归就可以回归，也不是我们台湾人民想要不回归就不回归，也不是说我们台湾人民想要独立就可以独立，这个已经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了。然后他那个日本人他有提出一个观点，他就讲说，如果台湾只有在一个情形下不会引起世界的关注，那就是解放军攻台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民拿着国旗去欢迎解放军。可是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有发生过，有在其他国家有发生过，但是在台湾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在台湾的人哈，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国民军的第二代嘛，我这辈子可以说我这辈子投票从来没有一张票是投给民进党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改观了，我觉得为了捍卫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适度的做一下改观。even 我自己就是我是国民军的二代，有我有很你说白了你是你们那儿的官二代是吗？
我不是不是，我是我们台湾这，我爸爸是军人。哦，对，我爸是军人，我爸在台湾是军人，然后有做到一定的阶位退下来，然后就是我是国民军的第二代嘛，那以前我的观念就是我爸爸传承给我的观念，我爸是从二次大战跟国民军一起到台湾的，从云南一直退到台湾的，然后我爸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陈水扁执政的那一年，我爸哭了，然后陈水扁执政那一年我爸哭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我就特别回到家，然后跟我爸跟我爸讲说哎爸，陈水扁当选了，他要砍掉你的那个18%的军人的那个18%的那个福利什么的，你知道我爸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吗？说什么？我爸他虽然哭了，但是我爸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爸说没关系啊，国家需要啊，国家需要钱啊，国家需要钱，我们被砍没关系啊，反正你们小孩都长大了，你们有自己的赚钱能力，也不需要我去抚养你们，那国家需要钱让国家砍没有关系。隔年你知道我爸干了一件什么事吗？应该不到隔年，应该大概陈水扁正式就任以后的大概3个月后，我在我爸家里面发现陈水扁的帽子、陈水扁的存钱筒、陈水扁的旗子，那时候我还亏我爸说，你不是很爱国民党吗？你这么忠贞爱国民党，每年在缴党费的人，你居然陈水扁当选没多久，你就倒戈了。然后我爸爸就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爸说我不是倒戈，就是我爸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生根，我们在台湾生根，我们就是要融入台湾这个环境。就是有很多哦，因为我自己住在眷村，我们那个眷村大概3000多户，一户里面只要有不要多3个人，3000多户你去乘，那个是有多少庞大的人，然后那里面的眷村的所有的老伯伯啊什么的，他们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已经生根在台湾了，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融入台湾的这个很复杂的这个族群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从那个历史背景这样看下来，我就会觉得中国大陆哈，就是他太错估我们台湾人民了。我说实在，如果没有国民军，你敢说台湾是你的吗？如果没有当初国民军退到台湾这块土地来，国共内战在打的时候，国民军退到台湾这块土地来，你们大陆会说台湾这块土地是你们的吗？台湾这块土地原本就不是你们的，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做过选务人员，所以我大概知道那个情况，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是不要错估台湾，台湾只有一个情况下会心甘情愿的回归大陆，那就是大陆的那个第一，他要有人权，然后要言论自由，要有新闻的自由，然后如果大陆共产党他觉得他自己非常强大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在乎言论上面的自由或新闻上面的自由，让人民自己选嘛。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做得够好，你可以开放这些东西啊，你不能让他们连选的权利都没有。特别我觉得讲民主，我这一阵子大概这半年来看下面的所有的留言，上面大陆人对民主这件事情他们是很反感的，那我们就不讲民主，我们就单单讲人权这件事情就好。大陆有没有人权？你看那个 Vogue 小哥他现在，我必须要替那个 Vogue 小哥申诉一下哈，他当初到美国去游玩的时候，他本来就有在发这些视频，然后他根本也没有办法预设我们台湾媒体会把他的话投射在台湾的那个新闻媒体上，他没有办法预测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就有很多大陆人就说，他是计划性的想要移民到美国去干嘛干嘛。可是你回过头去想，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人物，如果不是今天台湾媒体把他的话投射到我们台湾的新闻上，然后变成一个国际新闻的话，他还是个小人物啊。那个跟他用这个方式来移民，然后拿到美国签证，这个逻辑上是斗不起来的。我觉得不要这么邪恶，就是真的不要这么邪恶。然后我希望中国大陆真的可以真正的改革开放，不是讲假的，是讲真的。你看像那个我们台湾大概有在了解台湾历史的，他们大概都知道，就是孙中山那一代我们就不讲，就讲那个
就讲那个蒋经国那一代，蒋经国的他真正讲的是改革开放，他是真的落实想要把根扎在台湾。因为我爸就蒋介石那一代的，就是蒋经国，不是蒋介石，是蒋经国那一代，他就真的落实就是把根扎在台湾，然后再来李登辉执政以后，然后最后李登辉把那个权力还给我们台湾人民，让我们台湾人民自己去选择去干嘛的。虽然台湾看起来很烂，国民两党都在斗争干嘛，有很多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啊，国民党的贪腐啊，干嘛干嘛，但是政党轮替才四到五次吧，台湾还在进步中，台湾的民主也许就像大陆讲的，你们也没有做得很好干嘛干嘛，但是问题是我们台湾人民愿意踏出这一步，然后政府这些在官者的政府也愿意踏出跟台湾人民一样愿意踏出这一步，那就是个很大的成就。在这个成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混乱，但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嗯，好，就是最起码政府跟人民是愿意踏出这一步的，然后只要中国大陆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也很希望说哪一天共产党踏出了那一步，然后大陆的人民，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常常讲说大陆的人口这么多是没有办法民主干嘛的，没有人要你一下子民主啊，你联合政府也行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先搞联合政府也行啊，你没有人一下子要你做到位嘛，但是你要有那个动作出来。我为什么会非常后来会非常 focus 就是两岸问题，就是在习近平取消他的任期制，这个是我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事情。而且因为我在追往后追半年的新闻的过程中，我有看到那个什么交锋，就是那个美国之音他们办的一个节目，就是论坛，就是民主好还是共产还是专制好，就是他们有那个辩论会，有一系列的节目。我去看的时候，我在上面有留言，我哈哈大笑，我就说看吧，大概半年多以前你们都还在讲，结果半年后，经过半年后，确实习近平他取消他的任期制，我就说打脸了，打脸了，真的打脸了吧？还讲得这么好听，你们这些大陆的学者还讲得这么好听，结果半年后真的被打脸了。我觉得不要这样子搞，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我觉得华人哈血统不输给西方人，华人的血统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就是华人的血统里面本来就是有人权、有自由。你从我们那个帝国主义那种皇帝至上的那个，哪一代不是反革命，然后聚聚又和和，就是我觉得华人的血统是很优秀的，就是。大家努力吧，我希望共产党可以更好。好，谢谢您的。其实小哥拜拜。拜拜，谢谢您的来电，再见。我首先点评两句啊，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父亲做的那个行为啊，就是说他本身是国民党的这个军人，然后陈水扁作为一个民进党这个党魁当选之后，他公然的就站出来支持这个民进党，我觉得这个作风太棒了。这个就是老百姓有自己的思考的能力，老百姓有自己的做主张的权利啊，不像是共产党绑架了我们中国人，就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你就必须听我的，你就必须服从我，你只要不听我的话，你就是叛党叛国，你就是卖国贼。我觉得人应该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别让这个党什么党给你这个绑架了，是不是？喂，你好。喂。喂。哎，你好，请讲。哎，是西斯有哥吧？是的，是的，请讲。啊，我刚才我把 YouTube 先那个声音关了一下子。好，讲吧。然后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就是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事儿。嗯。我们那个退伍兵当时他给我讲了一下，他当时参加了。嗯。就是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事儿。99年吗？那是。当时他跟我说的，他说的情况当时跟在电视演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是吗？他说的时候。嗯。当时电视不说什么什么。就是说咱们就是大陆的军队怎么怎么厉害，还有这个那个介绍一顿介绍怎么好嘛。嗯，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情况是掉链子了，你这电话不行呀。当时装备
元左右，嗯，然后当时说美军的装备人均是达到100美元左右，所以说当时差了很多，然后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美军才100美元啊。当时他就是说给我做了个比较，他说当时的那个做个比较，说大陆这边就装备就达到就是3美元左右，三美元所有的装备就是一个人的，对，3美元左右，就当时是这种情况。然后当时他跟我说，当时台海危机不是说像电视演的那样，当时说是大陆的这边潜水艇说上潜的时候，上来的时候碰到是正好碰到是台湾的运输船了啊。碰到运输船之后，就两个就对峙上了，谁也不让谁。然后当时谁也不让谁之后，然后就是这个大陆这边的潜水艇就跟大陆这边汇报说怎么办，然后说怎么办，就是说实在不行了，就是说可能要打仗，就那意思啊。我就开始打，我有可能要打仗，然后就说，然后我们那边那个退伍兵他是坦克兵嘛，然后说那个他们当时就接到就是上面说是可能要打仗了。说就赶紧就是准备，就是把坦克就是当时装满弹药油都装满，就开始往就是福建那边就开始去了，然后往福建那边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当时说是在到了福建之后，在山这边看都是一切挺正常的，什么都没变化，他说到了山那边之后就不一样了，说那边就是集结的部队很多，然后还有顶上还有飞机拦着，然后他跟我说当时挺有意思，他说当时电视演不是说10万军队吗，然后他说他到那儿，他们到那儿之后，他们那边告诉他们一共是准备集结是50万军队，然后准备是分3波登陆啊，分3波。然后说那意思，他跟我说当时说那意思挺硬，说那个什么，当时他到了之后，然后他们团长就是帮他们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团长去找那个当他们有个指挥的，说他们上哪就去哪个都登陆艇。然后我说登陆艇，他说我说登陆艇，我说那啥有登陆艇吗？还有啥登陆艇啊？用渔船那种，就普通民用船，啊，所谓的民用船就渔船，说装那种就哪有登陆艇啊，都是那种船。然后说那意思，然后就基本都这船。然后他说他到了之后，他跟我说他从坦克出来之后，他说就是看看吧啥样。他跟我说当时他看到的情景，就是很多当兵的，有的在那儿写遗书，对，赖写遗书，然后还有像战友似的抱头痛哭，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我说这是为啥？怎么不说电视上演的不都是挺好的吗？我说当时，他说当时好什么？当时说那意思，装备各方面差太多了。然后说是要是根本就是说当时那种情况根本就不行。说是第一波去的基本全是炮灰，没有说能真正说是登上去，全是炮灰。而且当时没有什么装备，根本差太多，也没有什么海军，你第一波去的就是炮灰，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打的时候，如果说真是开战的时候打的时候，面对的第一波不是台湾军队，当时说面对的是美国人的军队，当时说他们说听上面说的意思就是美国第七舰队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如果说他们这开战，美国直接就参战，说跟他们打。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因为当时说是10万，其实当时已经达到50万军队了。他说当时跟我说，美国的第七舰队比当时全中国的军队都厉害，根本就是说那50万基本上头一两波去的可能基本就是炮灰了，而且第三波什么样，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什么样，但基本上肯定是没有什么，基本就是赢不了。所以说现在说很多人还说。台湾怎么怎么样？那太不现实。现在也一样，现在也差了很多。就是我们这块的上班的地方退伍兵很多，他们跟我讲他们当兵的事情都非常可笑，你知不知道？有时候就讲着一些，就是我们那还有炮兵。那前头段时间电视不演那什么吗？演他们那个就是有炮兵不在大山里雪天冬天训集训吗？我们那块也有人当过炮兵的，跟我讲他们集训的事儿。那前是他们那前当兵都是90几年的事了，然后那前他们当兵都特别辛苦，然后也没啥吃的。他说他冬训没啥吃的，晚上没啥吃的，说那不有老百姓家吗？他们到老百姓家偷小鸡儿去。他跟我说，当时我一听我都乐，他都别说乐。到老百姓偷小鸡儿，偷完小鸡儿之后拿回来，直接就是把鸡就是整吧整吧，然后直接就烤了吃了。然后说在那冬训一冬天，等他们走的时候。
那老百姓都追着他们骂呀，骂他们强盗土匪。他们当时说他们走的时候，基本老百姓家的鸡都让他们偷光了，基本呀，一个都没命的。好，谢谢您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哎，那行，那好了，好，谢谢，谢谢您的来电啊，再见。刚才这位朋友打电话蛮有意思的。喂，你好。你好。刚才有一个台湾的国民党的那个士兵的后代的女士打电话讲这个台湾的情况，然后她特别讲了几个事情，一个就是说，共产党为什么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个，她就是觉得，他们已经认同他们是台湾人。我呢就想说，其实台湾跟我们大陆啊，有很多观念呢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就是两边了解的那个缺乏了解。像刚才那位女士的话，她呢，她的父亲是就是国民党那一批人进入台湾的，那么在本地台湾人看来，他们就是典型的叫做外省人。他们那么同时代呢，叫做很多台湾的就是原来的人呢，他们呢也来到了大陆。那这一部分人呢，就很多人是因为革命啊或什么，这一部分人到大陆的时候，他们连那个普通话都不会说，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在台湾人家说的是本地人是说的是那个叫台语和闽南话的。那么那位小姐从国民党过去的这一波外省人，他们是过去了以后就住在眷村，然后他们的后代其实应该是祖祖辈辈接下来说的是普通话的。那么就认知自己是台湾人和还是大陆人的这个观点上的话，这个小姐呢，她呢就是等于是后到了台湾，然后她认定自己是台湾人。那么我呢是碰见很多就是那个年代父母然后到了就是台湾，然后到了大陆来，然后他们生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在大陆生的。这一部分人呢，他们就是有一半的人认同自己是大陆人，因为他们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普通话和中国人接受的这个教育。那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呢，他们就认定自己是台湾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家从小就是做的是台湾菜、日本菜，然后说的呢是那个闽南话或者是福建话。那我就想说呢，就是其实他的那台湾那个小姐她的那个困惑，在大陆这边人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也因为这个困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姐就说，共产党为什么认为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我就想跟这位女士就讲，共产党认知的没有任何理论可言，他就这么想，他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他就认为他是那个叫大陆的一部分，祖国统一的一部分。他就这么说，我们谁也没有办法。那至于说他有没有根据呢，那他就说，像我是大陆人，土生土长大陆人，我就从小接受的共产党的那个课本上是说，认为他是大陆一部分，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所以他就收服了。但是共产党像我大了，我就再看历史书，共产党可是没有告诉我们，郑成功的爸爸是台湾是大陆人，郑成功的妈妈还是个地道的日本人，这个就没有告诉我们，是吧？对呀、所以呢，我就想说，就是共产党说的这个理论呢，它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理论基础，但是并不表示合理的，也不并不表示我们所有的大陆人就是接受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渠道就是纠正而已。那么呢，有一点呢，这个女士说的话呢，我特别的那个赞同，就是我们大陆人呢想要跟台湾，就是说起大陆和台湾的话，我们首先大陆这边先把民主，就是要至少要像台湾这种程度的民主，我们才开始说大陆和台湾怎么怎么样。现在我们都不对等的话，说了的话也是白说，每个人讲自己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作为我一个大陆人呢，我现在看书，因为我就了解台湾，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它其实是那个女士她都没有注意到，其实台湾是有原住民的，而且这个原住民呢，据现在的这个基因考证，它既跟我们大陆的这个就是日本人的这个基因和大陆的基因完全都不一样的，相反跟澳洲的土著的基因有某些程度的这个重合。那么那这个是
最开始就是说今天人家还有什么高山族啊什么泰雅族啊这些原住民，再接下来的话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称自己是台湾人，就是这之后了历史上的几个原因是说客家话的人就过去，还有一部分的一大批呢是就是什么年代，就是避战乱，然后是福建的人过去，这一部分人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到台湾的时候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出现，所以那一部分人他是地地道道的可以说自己是台湾人。那么接下来共产党出现了以后，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段复杂的历史谁都讲不清楚。那么我觉得呢，其实台湾人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周围也有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我说你们挺可怜的，这个身份的认同就不像我们就是很清楚的，那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考虑，那就是根据各自的经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大家多沟通，然后我们中国现在民主，这个共产党是世界上邪恶的，我们先把它弄掉，我们都民主了以后大家再谈基于什么样的原理，然后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谢谢。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再见。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再见。再见。好，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吧。然后片尾曲，好吧。哎，不再接电话了啊。哎，不行，我这个电话得接。哎呀，刚才谁打电话呀？这个电话我又想接，你说这事整的啊？哎，哪儿去了？喂，你好，喜哥，现在声音好吗？我可好了，可好了，我就等你电话，别人电话我就不接了。肯定，哎，那个，谢谢那个喜哥给机会，给观众朋友再延时一段时间，因为声音好是因为买新麦克了。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所以说大家就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了。啊，好。啊，好，今天那个，我觉得今天挺好的，咱谢哥，咱们一会儿结束曲，我给台湾朋友们点一首《欢喜就好》吧，咱们快乐一下。台湾朋友终于加入进来了，台湾朋友越来越多，嗯，我感觉挺好的。然后我想说一下，我跟台湾人太有缘分了。首先我妈妈那边，我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少数民族的混血，我妈妈那边还有高山族血统。自从被打土豪分田地之后，我的姥姥嫁给了长工。那个长工就是高山族的，所以说是很奇怪的，很多小历史，中国很精彩，中国真的很精彩。然后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和一个飞机上很有缘分了，和一个协和的教授，刚退休的，有机会聊，我就聊到我这个之前的一些经历。我在 San Diego 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周围很多日本的真的很富的人家族的孩子，真的要用家族算，对吧？文贵先生最近是 Morgan， 我这边也认识点台湾的，还有一些那个韩国的，韩国就那么几个姓氏嘛，上来就说是金，一看那个一说像金，然后身上穿的那样，然后一说家在哪儿，那我就肯定知道他们家是谁。在那样的环境下，那些亚洲人真的很好，互相没有任何的意见。大家活得可好了。当时我就跟那个阿姨，我说姐姐啊，姐，所有都是姐姐，没有阿姨也没有小姐姐，都是姐姐。我跟那个姐姐说，我就说我感觉所有亚洲人咱们最好有一个什么，就跟达赖尊者一样，他们在那个体系有一个 one god， 咱们在亚洲这个体系咱们就别把人当敌人，真挺好的。大家要注意，很多中国的好的古董其实是在日本的呀。中国的很多历史的能保留住那些中国历史的东西在日本，而且韩国也有很多中国的古董，很多都是在运往日本的途中留在韩国的，所以说真的是一体的，真的没有敌人这种层面上。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在世界上给中国往回抢古董的这些企业家也是英雄，也是战友。一定要把那些历史拿回来，因为很多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为很多日本的这些大富商呢，就是老了之后，那些孩子不太喜欢这些中国古董，所以说很多东西能收回来，特别有机会，但是能得到日本人的这种认可还是挺难的，他们日本的那些老爷子们挺有性格，我感觉很有性格。
然后觉得真的亚洲人们团结起来才好嘛，现在团结起来干嘛呀，打 CCP 嘛，对不对？3316 CCP 里面是好人，好人的也很多，3316盗国贼。嗯，然后我跟大家说明天文贵先生那个、是今天了吧，我是欧洲是今天，那个西哥你们那边是明天对吧，纽约已经到了、哎、已经到今天了，对对对，哎呀这个要爆炸，绝对要爆炸，他那个文贵先生应该要两个事儿吧，嗯，说大侄子这不是咱们不能瞎说，这是咱这是金元帅有可能能反水的，是有说不定，对不对、嗯、咱金元帅还有一个是梵蒂冈、嗯、梵蒂冈的这个事儿。那天我说的是什么，我说是达芬奇密码，不是啊，那叫天使与魔鬼，大家有兴趣的在文贵先生直播时间看一下这个电影，很像很像现在啊。嗯，然后不跟大家多说了，明天我先做一个小片头，然后把直播的那个预告放到上面，然后明天在文贵先生直播前，七哥明天还直播吗？还是文贵先生之后？我应该我会转播他的节目。哦，那明天这样，我放的那个视频上会把我的 LINE 的账号放上去，然后什么暗黑姐姐呀，什么顽童小哥呀，什么台湾的那个炮灰小哥，大家你有啥频道吗？你需要我帮你广播？有，没，我明天弄好了，我一会儿现在这边是早晨嘛，我现在早早起来，我把视频做好放上去，明天再弄。好，文贵先生，明天报完我再说话，要不能瞎说，咱们不能瞎说。嗯，好。然后咱认认真真来，认认真真来咱们。好，然后西斯小哥，然后还有刚才台湾的那些朋友，还有刚才我记得那个战友之声的一个姐姐，我记得是，然后大家这今天节目挺好，然后我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西哥这节目进入2.0了，大家发现没有？2.0啊，我咋不知道？2.0节目质量突飞猛进，对不对？谢谢，2.0，主要是咱们参与的观众越来越热情，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我觉得这个越来越好了。对嘛，我觉得这个还跟文贵先生说那个，就是郭宝胜最近这个问题，就是华人也有其他的面孔，嗯，然后西哥这个平台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觉得文贵先生本来其实解决那个问题也很简单，为了给大家普个法，还弄一个大陪审团制度，用心良苦，感谢文贵先生，感谢文贵先生，然后5分半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先走了，谢谢大家，大家明天见，好，拜拜，明天见，拜拜。这个广播一下啊，明天纽约时间大概应该会在纽约时间早上9点或10点，北京时间可能晚上十点或十一点，今天晚上10点或11点文贵会有直播，这个直播我自己判断消息可能会很大很大，包括现任这个教主啊，基督教的教皇，或前任基督教教皇的这个身份，还有背后的故事，非常希望大家关注文贵的爆料，希望关注明天文贵的新节目。有想看节目的，去我频道下面找文贵新频道的链接去订阅。我的频道呢也会同时转播的，我的两个频道都会同时转播的。我有两个 OZ Media 都是我的频道，还有呢，因为南十字星这个频道呢没有直播功能了，南十字星最近没办法直播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明天大概某个时间再见，好吧，谢谢大家。尽管我的力量或许太有限，也能让火焰旺一点，来吧朋友，快站到我们这边，开始大笑了是吧，谢谢高亮留言的朋友，谢谢啊，勇气不够我站前面，不管我走多远，但我一直向前，反正我已确定那是我今生心愿。
亲爱的朋友，你难道没看透？他们无视谎言，莫愁到身上你才喊冤。或许我会失去自由，或许还有太多风险。就算最后我不能到达终点，为了自由无悔无怨。来吧朋友，快站到我们这边。来吧朋友，勇气不够我站前面。来吧朋友，庆幸我们还在这边。来吧朋友，庆幸正义永在这边。就算多年以后，与儿孙回顾从前，能够无悔无怨，庆幸那时站在正义这边。对啦，好，再见，我就该回去睡觉了，谢谢啊，谢谢所有高亮留言的朋友，谢谢，明天见，拜拜。